又给我一个抓你的理由。这个女人消失了这么久，突然回来，一定有她的原因。帮我去查一下城市药业最近的情况。好。我是程若薇。哎呀，程小姐，没想到程小姐这么漂亮。董总，您太客气了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坐坐坐坐坐。我这次来是为了城市药业的事情。时间还早，咱们慢慢聊啊。董总，您客气了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一下收购的事情。这样啊，收购也不是不可以。收购城市药业这个事儿，可是你老爷子求着我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一次找董总，其实就是想用合作的方式代替收购。哦，这样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太感谢董总了，这是我的方案，有时间您看一下。我今天晚上就有时间，不如咱们在酒店好好聊聊。董总，请您放尊重一点。尊重你？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什么都不用谈。就把老子伺候舒服了。地上，我的人，你敢动？